漂亮给你去扫开啊。能放下几个马漂亮？我觉得可以放下三个我。差不多。可以放下三个我啊。有链接吗？没有，但是你可以直接找我买车送你同款，好不好？买车赠马漂亮吗？又有人要赠车给我，你是买车赠给我吗？都几百台了。几百台了是吧？嘉英哥，我觉得他们格局还不够开。格局没有打开，对，要格局要打开。对，你把我搞定了，人跟车都有了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因为什么呢？漂亮有内部员工价呀！你们真的是没事多来我直播间里跟我探讨一下人生啊！咱们格局要打开，眼光要放长远，不要看到你眼下的这点利益，好不好？以后不要再说买车送不送马漂亮啊，没有意义。格局打开，直接把我搞定啊！搞定我的内部员工价就有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不过还想要的话，也可以考虑一下我啊，我也有一个月。嘉莹哥问有没有人要考虑一下他，他也有内部员工价，笑死我了。漂亮妈不同意啊，漂亮，来，我来看一下漂亮妈妈有没有在直播间里啊，带我来看一下啊。哎，哦，丈母娘不在直播间啊，丈母娘今天不在直播间，你们点一下我关注，等一下这个丈母娘进直播间了，我在直播间通知大家，好不好？上链接上不了，裤子不卖，我们是卖车的啊，我们是卖车的。好多限制哦。嗯。现在好多限制哦。现在没几台，两三台。两三台。不把你绑跟我不一样。买车送漂亮吗？我们先到这边觉得吧。嗯。好，我们有客户看车，我们去看白色的啊。我们去看一下另外一辆这个白色的，也是一个四驱版本的 e-hybrid 混动版本的这个帕拉梅拉啊。去搞定我，有内部员工价搞定我，真笨啊你们，给你们这个出主意的。车不车无所谓，主要是想马漂亮。在南昌，那你是小瞧自己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也有能力买得起保时捷呀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台的这个现车啊，因为我们前面那台车的话是有客户在看的啊。不喜欢车喜欢人，那我喜欢车，你要不要爱屋及乌一下？爱屋及乌，喜欢一下我们保时捷好不好？搞定丈母娘，车和漂亮都是你的啊！这边怎么黢黑呢？换一个，到那边。这边怎么黢黑呢？买了送我，又有一个画大饼的，能不能这个真的有人送我一辆，哪怕一个模型也可以啊，天天都有人说买车送我，你们能不能实践一下呢？保时捷多少钱呀？这辆车的话是选配完之后的价格146，比我们刚刚看的那辆蓝色的话是贵了1W 啊。我们继续把这个双边四出的一个运牌给大家过完好不好？因为刚刚那辆车的话有客户在，所以我们换了一辆啊。这辆车跟刚刚那辆的价格就差 1W， 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一个外观颜色啊，这是一个细花白的一个颜色，同样的话也是选到了我们双边四出的一个运动排气，更加的运动感，而且大家喜欢的这个保时捷的声浪的声音也是有的啊。是的，车还是白色的好看。嗯，怎么说呢，白色的话它比较百搭，如果你是说家里两口子啊，双夫妻的话共用一台车的话，白色的话是不会出错，男生女生都可以开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女生喜欢搭配不同的衣服，白色的话也是非常百搭的啊。漂亮，我的彩礼多少啊？丈母娘现在没有在直播间，我妈妈今天没有在直播间，你们这个到时候问问丈母娘好不好？我们点点关注啊，等丈母娘进直播间了，我通知一下大家，大家可以自己问问彩礼好不好？